寒露时节，城晚略感丝丝寒意。河水蜿蜒流过，两岸屋檐相连。这里是河坝姚寨，世代居住着姚家人。老师您好，这就是我们姚家人的风香染吗？那就喊得画一片菊花。风香染取自天然，手艺人以风香油和牛油融合，在白布上作画，在金染洗晒棉反复锤炼，才有了这画在布上的青花瓷。草木青，人静脸，巧与天工勾勒时光。姚家人和一抹青花蓝的故事已延续数百年。秋入佳境，遍染金黄，朵朵青花在白布上绽放。姚家人用被染成蓝色的双手，将传统留在了灵动的花纹里。无论节气变换，他们的故事都在这里等你。